他们。哎，夏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对啊，你们在这边做农活呀？对呀，你怎么这几天都没有来呀？我一直在等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几天有点忙，然后今天都早上没有时间上来，我下午才过来呢。这几天过得还好吧？啊，挺好的。每天都做农活吧？哦，累了吧？还好。行，阿姨。啥走？你啥走啊？不要这样子干什么？你是偷偷的过来，你啥子意思嘛？不要这样子，阿姨这几天身体好不好？坏你不过，不坏你不过。不要这样子，阿姨，不要这样子，坐一下。你好吗？今天是不是心情更不好啊？今天他比较辛苦，你们今天还没吃饭呀？对，就是。对。是，你不要管他。就是我今天准备带你去我们那边玩一下，我那边租了个房子，然后可能下午有两三个朋友，我也跟他说了。就是到我家来玩嘛，然后我想过来接你去我们那边，然后一起烧烤啊，或者吃点肉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过来了。现在打算过来接你，你以后吗？会不会有点麻烦呢？他肯定不让我去的。阿姨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先给你讲一下。你讲啥人嘛？这个你讲啥嘛？还没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那边玩一下？不去，好了，在肚子口。哦，做农活，每天都做农活都做不完，那休息一两天没事的呀。做主人，做女人，做男人，两口两口。那你跟我一起去嘛？你去不去嘛？不去。那阿姨。这样子，我给你一点零花钱，给你100块钱，好不好？不行，200块钱。200是吧？哦，行，来，阿姨，来，给你200块钱。谢谢。对，再来，再加100，再加没事。够了。不，哦，够了还是不够啊？够了。那阿姨，你去不去啊？不去，我在隔壁的嘛。那还没我们一起去了。去嘛。那我走了。你走了，你们在天蒙蒙亮才回来干活路。干活路，天娘在马上来好。好的，那。马上来。还没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你们早上几点钟上来的？这么早？夏哥，你等一下，我喝口水。这个，喝这个水呀？对。这个能喝吗？我们不要喝，我们要到下面的时候买矿泉水喝吧。走。没事，我喝点，我先喝点，实在是太渴了。这个能喝吗？你喝的。好吧，那你先喝一点吧。对，这个是烤烧烤那个，这个地方是我租的那个房子，就是在这下面，韩妹。啊，这下面这家是吧？对，以后你可以经常过来住。好的。夏哥，你这是干嘛？没事。干嘛？不要这样子。没事，你不要管，不要管，老师来了。哇，你们都已经搞起来了，你快点坐下来烤吧。好，行，多烤一点吧。那边有水啊，帅哥，他们那边有水，还有西瓜。没事，我知道。对，我给你来一瓶吧。没事。干嘛？有点渴了，喝这个雪碧吧，来。谢谢。帅哥，来喝可乐。好，感谢。多烤一点吧。这个烤起来特别香的，这也太好了，真的。哎，对了，他们今天你知道几号吗？5月几号你知道吗？19号吧。对，那明天是什么节日？你
知道没知道？什么节日啊？今天十九号，明天就是二十号嘛，五二零嘛，算是一个情人节。嗯，对，所以说我今天就是专门去接你，然后一起烤一下烧烤。好，谢谢你。嗯，好。哦，那个锅有点大啊。没事，每次都让你烤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嘛，你觉得我们这边的风景怎么样？对，以后这个房子的话，你可以经常过来玩。对，这是房子，我前几天才租好的一个房子。以后你后妈对你不好的话，你可以经常跑到这个地方来住啊。嗯，还没有吃早饭啊。那饿了吧？嗯，还好。夏哥，有个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一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空。肯定有空的呀，什么事儿你说嘛。说出来。这个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要不我们去那边说吧。走，去那边说。是不是你老公你们的事情？不是，就是想去找我妈妈。带我去找呀？那肯定可以的呀。就是害怕每次都麻烦你，害怕你没有时间，所以一直都不敢跟你说。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想去找他。那肯定有空呀，没空都要找个时间带你去找你妈妈呀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去啊？跟我说，我安排一下时间，然后带你去吧。现在就去可以吗？嗯，可以的呀。那你等一下，我找我号码拿一下钱。上一次你给我的钱，全部都在他那里，他说他帮我保管。如果把那个钱给我。开的了任务嘛？钱开的还是你们买东西，那个手里还是两裤两片，开了没的了，那个没肥粮，没粮食。没卡嘛，没电就没电了。怎么可能？上次我都看到，我跟他钱的时候，没电没电，你住，住住。要这样子吗？阿姨，你要说道理呀。没电就没电嘛，没电啊是，你住住住住住，你住，你不管你的事，你干什么啊？你是一直的进来的。大哥，你不要多想啊，我后妈她性格就是那样子的。他虽然有时候会对我很凶，但有时候也对我很好的。他毕竟是老人家嘛，他也很辛苦，也很不容易。其实，韩妹，你很懂事，也很善良，也知道你要向往的生活，居然能坚持在这样艰苦的生活，我很佩服你。明明你后忙的不对，但依然会为后妈着想，也会理解老人的不容易，我真的很佩服，很佩服你。当然，我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了，我知道你的邻居，包括你的后妈，也会对我你有多误解。但我向哥对你绝对没有其他想法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想和你一辈子做朋友，还没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愿意我们一辈子做好朋友吗？我愿意，夏哥，我愿意和夏哥做一辈子的朋友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。啊，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学习的地方呀。我已经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了。有吗？你学到了什么呀？你猜。韩美，走吧，先上车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韩美，这个地方风景怎么样？走，我们前面去玩。妈，注意一点哦。为何还向远方走？这一年你像飘雪的日子，数不清的
寒冬你将怎么过？故乡是不是真的永远抛弃了你？是否再也没有留恋的理由？呀嘞，你在飘落，你在飘落夜色中。韩美，如果你想说什么，可以在这个地方大声的喊出来。那我先来吧，韩美，你以后要开心快乐。妈妈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韩美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我很开心，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开心过。那以后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开心快乐。来，给你送一朵花。谢谢你。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？偶尔会叹气。小哥，我们到了吗？到了，睡着了。嗯。来，韩妹。要去找妈妈的话，需要一些钱吗？这一千块钱你先拿着。不不不，夏哥，我不可能一直要你的钱呀。你拿着，就之前就算我借给你，那去找妈妈肯定需要钱呀。不，我自己想办法吧，钱的事情。再说，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不靠你呀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自己想办法，找个地方上班再说吧。上班？那我问一下，这上班的话。如果去县城，超市里面上班的话，可能工资要少一点；如果去工地上班的话，工资会高一点。您选择，我问问。你可以帮我找吗？对，我可以帮你找。那就工地吧，工地的话我能行的。那我晚上去问一下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明天早上早点过来接你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累了，你快去。休息吧。好的。对，慢一点啊。如果有的话，早上我过来接你啊。好的。再见啊，阿姨。那你帮韩妹带下孩子，我带韩妹去工地上班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韩妹，孩子给后妈抱吧。走。这么好，阿姨，好吧，那我们走，赶快走。应该是在这个地方。好了。你好，帅哥。哎，你好。老板是谁呀？老板是我。哦，你好，我昨天，你的号码是那个崔书记那里我要过来的，他说你这边修房子。哦，对，昨天打电话是那个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带个妹妹过来上班。哎呦，那看到他那车里的裤子，我们这儿打工人都必须要车里的裤子要的。他能吃苦的，就是做什么跟他说就可以了。哦，能吃苦就行嘛。好好，那他就在你这上班好吗？啊，可以。嗯，就是他，不会做啊，就是什么你们跟他说就可以了，就是能吃苦。啊，那个没得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工资不高，我们这些，哎呀，那个工资就只有，200块钱一天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边工作吧。那一定要记得自己注意安全，好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好，韩妹，那我走了。你小心一点啊。嗯，好的。慢走哈。啊，好好，再见。伤心都来不及，只能看着回忆随着时间凋零。